请收看《慧心世界》金刚八节波罗蜜经。心中一想法皆虚，儿身传遍天人心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五经偈门得受持，五经偈门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各位慧心贤士弟子，啊，今日102年5月26日，又是咱迄个每个月第四礼拜共修日。啊，顶个月咧。啊，咱是水陆法会。啊，水陆法会的意义，就是咱道家的这个清净三贤。啥物是三贤？心、口、意来供养佛、法、经。供养天地人，或者三贤，不是讲太低、太牛、多羊啊，三贤来祭拜。上天已经有好生之德、好生之德，啊，咱就不应该讲。为了众生的未平安，众生未平安是有原因，因为众生业障，众生的业障呢，那么会发生真多未平安嘛。啊，未平安呢，哦，咱就一点诚心诚意咧，啊，来求天、求天公，啊，求诸天圣神佛菩萨，啊，甲咱加持。啊，灌顶消灾化劫，所以发动到庄的人，啊，咱的百姓来抬低多羊来祭拜。但是有一件代志，感觉又有点小矛盾。做清朝进前，你爱一礼拜规庄拢清口。阿袂用食肉、食鱼、食虾，拢袂使咧爱清诶。叫心口意来供养三贤，但是咧，这段内底咧，太足侪猪啦、哦羊啦、哦啊有诶甚至是牛啦，鱼鱼肉肉足侪来祭拜，或者或者好兄弟，应定咧，这个有点小矛盾啦。咱都惊杀生，结果咧，咱来祭拜又搁杀生咧，哦，安尼就无啥偌正确啊。那但是咧，站在咱佛家，哦，这就是无排地多用的习惯。那么在古早时代，中国大陆。嘛有这做三献，罗天大咒，罗天大笑，罗天大咒是足大足大的在天求天公求众神
来到保庇地方的平安呢。啊，消灾化解，天灾永续，天恩永续，好、啊，这里发挥。啊，在当时啊，咱中国啊，咱道家的，就是拢在食素，每发挥在食素。啊，所以请佛家啊，佛家的法师呢，同齐来斗三工来上经。啊，上经的时候，啊都。食食咧，哎呦，拢食菜咧，感觉都真清口，啊嘛真舒服啊。所以佛家开始咧，原来都原来是凊彩食，随意食。啊，因为佛教咧，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啊，哦，咱所有的修行人嘛爱出人化缘呐，爱出化缘，啊，行出口罩爱化缘呐，化无缘你都爱当个忏悔啊。啊！你化缘的是人创啥？你食你就食啥。哦，你嘛，但是爱为人消灾，有人解化解。哦，这是安尼啊。哦，所以佛家原来呢，哦，都是我那凊彩食嘛。来到伫咱中国，会做三献，清酒、露天大酒的时，后来到上京，结果食到，哎，菜嘛足好食。所以佛家咧，下家咧都开始换食菜，啊，咱道家咧都换开始食稀稀巴巴，即系即摆咧换佛教佛家咧吼，开拢食菜啦，食素，啊，换咱道家有啥物食青菜就食啦，哦，没桌顶未跳就菜啦，哦，那一跳都唔是在，迄度错呀啦，所以食一百多话，但是。这个真重要，爱感恩嘛，爱感恩。哦，讲啊，你的肉体魂都走险，那还袂走了是假死的。啊，你虽然你肉体的吼，底下袂做功课啊。哦，我来认真来，你给我食认真做功课。啊，我甲你咧功德回向给恁，啊，咱大家该破派来拍拼，才功德回向你。所以咱才有一个回向。哦，这样子感恩的事嘛，虽是给予一点水米，但你的功德大如天地之恩泽，我们诚心的感恩与惜福，阿弥陀佛，啊，就是说更加多嘛。哦，所以这就是讲。今日要甲各位讲这个原因，就是啥？就是可能食素食菜的问题，甲做清酒啊，做清酒呢，做露天大酒，做三献。露天大酒呢，一般来做咧七暝七日，三献呢，正甲这咱做三工尔，啊，有诶较功夫咧做一礼拜。啊，但是所供养诶无共款。无共款的供养，有诶用法来供养，有诶用真济菜来供养，用着稀稀巴巴，好多肉山来供养。啊，但是咧，咱咧做酒诶时啊，哦，三献嘛好，露天大酒嘛好，咧做酒诶时，迄肉山是有够济，足济咧。但是有一点真奇怪，肉山底下抬起来都啊两工安尼吼，两工两暝日两日。一定会臭掉呀，结果无臭，这是一个咱不可思议另一个世界，吼、哦。啊，无这个稀稀巴巴这个咧，因为供养啊为众生来牺牲因的辛苦肉体，啊，但是因灵魂一定嘛是伫迄个附近，要伫辛苦上。啊，那么在等待着法师上经。因得到这功德，得到这功德，因会当超生。所以，咱呢这露天大酒，稀稀巴巴的，未臭气的原因就是安尼来。要灵性来主宰着，虽然胎死未喘气啊，但是灵性要有喘气。啊，灵要有喘气的时，所以要顾着本身这个精神，家己伊的出去做精神的肉体的新鲜感。哦，伊嘛是来家己顾着来，要来。供养到这呢，
三界万灵。啊，那么在央当的法师、导师，啊，因咧上经的功德，给因回向，给因超度。哦，这都是露天大照，跟咱的水落花，无，拢大同小异。啊，嘛在过去，咱咧做露天大照嘛好，三现嘛好，啊，水落花咧，因为咱是在家修行的，为心宗、为心圣教，咱在家修行的。啊，师父啊，你甲老祖要求，讲咱拢在家修行，要做水落花，啊，社会国家。天下才袂祸害，袂平安，啊，国家才袂平静，袂平安。哦，五国要封顶有困难，啊，种种的天灾天瘟，啊，足济天灾遐济，啊，所以我咧要求老祖，求老祖咧，啊，咱咧赐我这个智慧、力量、信心，会当做好这个路，咱这个水落花，啊，加上咱的明定大师。哦，明仁大和尚咧，啊，我讲啊，我是在家修行的，哦，我带一点大家在家修行的，但是咱在家修行的动手咧，嘛是为了，啊，咱的世间会和谐，啊，世界会和平，天灾永续，天伦永续，五国也会当丰登。哦，请明仁大师咧帮忙，啊，邀请到。80位高僧戒德来甲咱上经祈福，若早开始安尼也无够，所以爱故意爱诵经，由咱每个同学自己来上经，家己上经，啊，咱家家户户上经，家家户户得平安，然后咱将有文书，啊，再交返来咱的。水落花的时，啊，咱就遮仰念法师上经以外，啊，咱家己做一个，遮就含法尊上去，安尼才有得圆满。这供养就是用法华来供养，法眼来供养，所以就安尼了咧。如果一直开始这最高境界的在家修行，所以遮一年来已经过15年啦。15年的水落花，爱用遐侪人力，咱在做动手，啊，任劳任怨拢遐尼欢喜伫厝咧上经，个人在个积福以外，咱的水落花是中间，啊，7天头到尾8天九天，啊，遮侪同学大家当来遮凊彩困咧，恁家伫困有恁气要吹，眠床遐尼啊轻松。哦，遐呢，大方方便呢。结果来遮呢，咱个富贵屋大大呢，你一位嘛，你嘛困去啊，啊嘛是过去，啊而且来做义工，啊来大家斗拍拼，每一段咱大家拢去，有诶就斗做护团，啊去啊对带领到啊三界万灵，带领到咱个各界，哦咱个列祖列宗。一同在法师的面前咧，啊上伫遐对咧上经对拜，啊共同来祈祷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哦，这安尼咧，就是咱为心信教水落花，啊，咱咧最有那么上圣心华的水落花。所以今日今时啊，老祖师尊，甲咱开始咧，啊，水落花咧，爱阁继续。我发挥进前，恁文书要印，我都唔敢印。我想咱15年好啊，免阁做啊。先是老祖开始，啊，我呾你死就免做啊啦。我死就免做啊。哦。我说多做师尊啊！哎呦，这水龙花，这呢这人的每一工，阿要安怎要安怎？用心量看下，放下看咧。你把地球所有的众生的安危，拢伫咱各位现世东西的心中，拢伫咱宗门应该
来大家共同修持修行，啊来回向，啊仰仗佛力，仰仗各位上经的功德力，啊来回向，来加持，啊祈求咧世界风调，有顺国泰民安，啊尤其咧咱未使有战争，化解干戈释战争，这也是咱唯心圣教。咱共同的天命啊！所以，你若有这发这个心，啊，有这个心的时，把心量放大嘛，你把心量放大是以后咧。咱一定大家足快乐诶，所以咱再去啊，我甲咱基金会董事李崇成董事咧，啊伫天坛啊伫讲诶是，伊讲哦师傅啊，啊伊伫台湾毋捌看过，那什么即法会，做少嘛好，啥嘛好，无人讲有参即普渡一万两千多诶。啊，头到尾唔捌看遮尼济，大家遮济人来供养，遮尼济，吼、哦，然后咧，咱个专师，啊，有诶领当去食，啊，有诶咧，咱就个代替由咱总务处、总务组咧，啊来分发送货，是只孤儿院，啊是艰苦老人、艰苦诶单位，或者咱有诶。需要的所在咧，互因当去厝，啊，当去厝住，啊，虽然是只住住啊尔，但是凡是来接到咱普渡，收起来这个一道一页，当去厝住的时啊，恁怎个煮一顿，等于开一段的水落去，同款意思。哦，就是咱上好，啊，咱的十方。算是大家好朋友，互因主就是代替咱这所有的参加普渡、布施、普渡一道、两道、三道的同修咧。啊，这所普渡的咧，经过法师哦甘露哦，那么龙天护法加持，每一道都有加持力。然后咧，咱提升处主真艰苦人，因到咱这。分两分，给他煮的时候，他们吃了，煮好用供养到他们厝边头尾，你这个香味出来，厝边头尾三界万灵，啊，他们的祖先，啊，就完成这个煮，自自然然，啊，他们就纳受到这个供养，啊，那么有有缘该缘，啊，有因爱来会甲恁纳受。咱普渡的、立主的、哦，这口罩的人会平安。所以各位，咱不是讲哦，我参加普渡，哦啊，那艰苦人送伊食，伊无通食，不是这样。要有正知正见，就罗作书正开始咧，这个咧，所有领导你伫这所在住，啊，就那那口罩的人因祖先啊。当下在因家就一张水陆会的宴口单宴口，啊，煮食的，好食，用火所煮起来，后来供养到因家的列祖列宗，或者因厝边头尾，啊，这的无数男女孤魂，三界万灵。安尼功德有大无？恁啊，啊，啊，就是安尼，每一年再滴滴陆陆续续滴滴增加，这个普渡出来，原因就是安尼。哦，我听到老早开始安尼咯，我就足惭愧的，较早的想法种，啊，迄个煞真艰苦的人哦，咱就送伊食啦。哦，唔是安尼道理，你安尼讲，咱就足无自卑的，佫无智慧啊啦。哦，这就是咱来送出去，一煮就是以目前生活
有较困难，有较困难佫受福，啊，伊的主才会当回向出去。你若乎有钱的人，伊三顿拢咧食满汉全席，食什么大餐啊？哪有可能来甲你煮食的？无可能的代志嘛。所以啰嗦，哦，咱的佛祖会慈悲。咱一般咱若无了解的人，无修这个法的人，咱敢想哇，咱破破出来给因食啦，哦，因较艰苦，欠食来食，事实毋是安尼啊。所以我知个，你总算讲，即照讲啊，咱来包红包给人呢，拜托你敢煮，敢你供养，因厝边头尾只个无事男女孤魂，互因较附近较平安呢。哦，较平安的啦，社会就好害啊嘛。啊，尤其咧，咱国际会长朱会长，啊，恁无当个各地，这个无事男女孤魂袂平安呢。咱一只破，啊，一只破咧，逐工连续七工八工，一只拢上京，啊，家只地方袂平安呢。要不地方的众神，或者无事男女孤魂、完成借助等等，请来咱的寒林所这个位，哦，咱来甲因供养。啊，每一工，咱嘛爱一定爱几十三顿一顿来几十桌来供养。啊，仰仗佛力，仰仗照着法师的上经的功德力，啊，来回向，来加持回向。哦，所以今年呢，啊，已经头到尾咧，啊，都两百外多，两百外多咧，干那一个单，几工尔就两百外多，啊，由咱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，诶，这个啊董事啦，吴宏奇，啊，伊来全部花心，啊，伊感觉讲哦，安尼咧共用咧，啊，感觉足有意义的嘛，所以各位同修啊。水龙会的真实意，水龙会做就上重要，爱华来回向来供养，所以新的年度明年照常个水龙会，请各位同修咧，恁啊继续爱个上经，啊有时间就上经，啊那无时间就做工课较拍拼呢，啊那么咱若要去饮酒。哦，行到啉咧，点点醉咧吼，咱就依据这样人啉较少咧。啊，剩诶开诶钱咧，你个老咧，啊、哦，咱当来助印，咱即个文书嘛好。去年文书印500万张诶文书，啊，大概上京啊算偌济咧，未少咧咧，干咱这经费都爱200万咧。啊、哦，500万，一张5.5，就按200多万安尼，200多万的会去印这個文书，予大家请倒去来上京做一个依法来修行的。啊、哦，所以各位同修啦，咱修行人心胸绝对不一样，心量不一样。啊、哦，所以咱今日为各位讲解的《金刚经》。哦，咱这段呢，哦，就是讲，这个叫做如何啊、哦，如是生清净心，清净心呢？清净心就是咱的慈悲心，咱的爱心、智慧的心，生清净心。所以来伫世间啊、有各种各种的弘法利生，哈、哦，诶，咱自我修行啊、做各种无上。诶，功德的修行的功德咧，一旦成就，哦，让名扬两界生清净心，都、就是这个意思啊。祝福各位。